援军出击。为了恩赐，我愿意前往。啊，没说话呀，我易经学个啥呀？我在想，我想想我是学易还是学 Q 啊？谢谢你得窝酒窝有酒。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有3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看看这猴吧，学抠吧。慢慢抠。这猴也没啥压制力的话。让我抠一下老猴。炸。抠一下。他带点盐是吧？炸。哎呀，猴生了，那不能打了啊。炸！枯萎，nice，好螳螂啊！我炮车。减十二，必须一直掩埋。你们的精神空洞无比。这个炮车我一定得补到啊，啥也不说了，这个必须得补到。哇，炮车，炸，我这不无限炸他了吗？现在开始抠一下。再炸，枯萎，走了，回家了，不打了。我们只要够肉，猴就打不动我们。抠一下，炸，枯萎，也必须终结。谢谢这只猪，谢谢白白家的子鱼。这个炮车我必须得抠着，好，
猴已经打不过我们了啊，猴。只能说这个猴看看他起不起杀心，不起杀心我们就一直抠兵。生是轮回的一部分，而你的这部分已经结束了。先抠他一下，抠再抠，炸平 A， 抠死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怎么抠塔了呢？不应该呀！这，哎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怎么就抠塔了呢？波浪剑。波浪剑好像给摁没了，刚才。哎，我右键正常不能点着塔呀，怎么呢？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。这确实挺恶心人的啊，这波挺恶心人的。这波浪剑没摁吗？摁了呀。有问题。哎呀，算了，下边再杀吧。等个二十秒，通向超越的旅程。没事，这猴爱跟我打不跟我打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是狗头人，你爱打不打。干啥呢？这啥意思呢？枯萎。干哈呢？哎呦，我人有点多呀，这快来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救，快救救 ！Q 一下，完了，能打过这皎月吗？哎呦，我这技能空的，兄弟。嗯，我想想，我是出分离者还是出三相？分离者。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出这三相稍微有点脆啊，来个分离者。这猴就出这种装备，永远也打不过我。狗头人，你们知道如何能打得过狗头人？最重要的一件装备是什么？布甲骸。狗头人的虚区只有 Q。Has been
尾，给我 Q 一下。吃狗屎，鸡跑好了。烦恼之物们，慢慢抠吧。这猴也，我看也没啥威胁，对我们慢慢抠啊。我看看我能不能传送一手啊，这波好像下路可以传啊，对面有干的意思。先杀的螳螂来锤死，我的 Q 给我冲，杀米拉给我杀，我一个 Q， 这回我不可能 Q 他。告诉你们，归家分离者，水银海无敌了。再一没有，再二。又把这猴杀了，被辅助单杀了。我给你吃塔皮吧。吃了一层，看看人家，我这战绩不行吗？五二一，哎你，这分离者伤害那么低呢？感觉猴怎么回事？猴抠一下，跑得真快呀！猴，没事，猴大招比我们慢多了，他100来秒，而我们大招只有90秒。慢慢抠吧，一会儿抠一下，一会儿抠一下，套我点盐了，点盐劝退了，那我溜一手，抠点兵。干哈呀，猴？欺负我没蓝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叫人？哎，
哎呦我永霜大光头，也许是定的。拆塔吧，别杀那皎月了。哎，可以啊，把皎月杀了。确实，我今天必须得干着皎月了。猴哥，你是想跑是吧？我记得。往哪跑？哎，这分离者伤害怎么感觉那么低呢？这猴怎么抠不动呢？他也没有护甲。我 Q 死300Q， 我 300Q 已经很高了，17分钟兄弟，你还想 Q 多少？现在捡息地不好叠，耀光不加捡息地，你咋的呀？给我杀皎月来，捡灯笼啊，这不是我们家的，那没事了。枯萎，你咋那么装杯啊？你凭啥装杯呀？拆塔。正常是500，你拉倒吧，500。你咋不说1000呢？枯萎回家了，出个板甲。不行，这是虚区不高，这个虚区有点低。生与死之间。要不俺俩对个线，我看你能不能20分钟抠个500。这猴怎么回事？这猴这波好像要完呢，啊！枯萎抠死这个 ADC， 可以光头，枯萎。你给我死！你扣500，人家也不是人机，人家能让你扣吗？那我要自己抠兵，我可能抠兵，我开个自定义抠兵去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你这玩意儿不得有对线吗？哪有20分钟能抠500来个的？啊，20分钟500个可能啊，但17分钟500，基本不可能，因为人家不会让你抠的，等你抠完，队友都死光了。我以前20分钟1000个，啊，那没有啊，700个吧，
就一直抠，出门就抠。那对象那人也不厉害，你咋的？你咋的呀？你咋的？你敢出来吗？把红拿了。今天这皎月，我不把他杀了，我就不叫蓝天汉。先杀这 ADC 吧，假猴我也要，差一波五杀呀，兄弟，枯萎，他跑不了，闪现了，你闪的，你跑得过我们俩？我们俩一个马一个狗，你个小破螳螂子，你除非你会飞。啊，十二层没了。二十分钟一百颗，那是让人一直越塔，那也没办法。没有人管我，那我就 Q 吧。